人心蓝，而且呢，在台湾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技术哦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披肩，它可以跟我们的布料一样，可以揉捏，而且可以折叠。它不是只是一朵花，而且是很多很多朵、很多千朵一起组合而成的这个披肩。让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媒体大哥朋友们一起来捕捉我们的兰花仙子，还有我们的兰花女神的美丽的倩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面，让我们正面的媒体大哥再来捕捉一下。OK 了吗？来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。左手边的摄影机。好，还有谁没有捕捉到的吗？请我们的仙子先下台，让我们的媒体大哥呢先来捕捉一下我们的豆花妹的倩影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兰花女神。来，豆花这边，正前方。看一下我们左手边。右边的摄影师，好，中间的摄影师，来正前方，好，谢谢我们所有现场的媒体大哥，也再次掌声欢迎。